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，只要 tune in 九八八，你就可以听到最新嘅九八八广播剧。九八八有声有色，九八八制作。我的最爱编剧张振龙第十集。循环一首歌曲，听到要落泪，一樽酒精干了半入睡，惨戚戚的感觉太累赘，遗言不不生花遮盖了恐惧，有个你从回忆中死去，伤口疮疤给你当玩具，留在过去，不堪追的也要追，停在哪里，哪里令你更空虚，你却偏偏甘心寄居，如无力挽回要懂得放手，世别了的人再不可拥有，仍能在往后日子学懂珍惜，念在爱你的别叫他难受，为你已经失去了的复仇，难为父母亲爱到命中仅有，无力让光阴折返，别徒添内疚。钟心需要一啲意见，你会唔会过嚟铺头睇下啲色调啱唔啱？个地板有啲瑕疵，我想换，你有冇意见？你咁多日都冇嚟铺头，你唔担心装修出问题？我担心啊。终于肯见我，对不住，我知道你一定有原因的，我不会介意，我只是担心你。这几天我想了很多事，跟我说。那天阿雅跟我们 FaceTime， 她买了一对老夫妻的公仔给我们，仲话希望我哋两公婆可以白头到老，之后个傻女就喊咗。睇到佢咁，我个心好酸好痛。我觉得佢好似感觉到啲嘢。佢第一次冇同你哋出过，挂住你哋，所以是感触啫。我都希望系咁。你知唔知啊？呢几日冇晒你消息。我的生活好乱，夜晚瞓唔着，之后就起身，即系谂住你今日会唔会无端端出现喺我面前。结果你冇出现，我就好似天堂直落地狱咁。唔好再讲，我唔想逼你，我就想俾你知道我嘅感受。我真系发觉自己越嚟越爱你。我知，我感受到。你的 text 我好感动，你用咗公事嚟代表你嘅心事，我就知道你冇谂过要破坏我、占有我。我系真心噶。但我哋会长久咩？我唔知，唔想谂，我就想珍惜目前。我唔系一个冇计划嘅人，我你听我讲，问一问最深处嘅你，那个嘅你。感受是什么？你自然知道答案是什么。但这样下去，我怕迟早又会出事。我明白的。在这个立场上，我没资格给任何意见。当我决定你是我的最爱的时候，我也知道我会很自私，我想尽办法令你可以放心和我一起。我以为我可以令你没有负担，但是原来真的很难做到这一点。如果我的出现令到你这么难过，其实他已经违反了我想你开心的本意。
依家喺 storm 喺屋企噶，对唔住，我谂我知道应该点做，我走啦，你要保重。阿芬，冇走，冇走，飞，对唔住，我真系好爱你，我都系爱你。真的可以令一个人变得好自私，好狡猾。头先我特登讲我要走，就是想佢唔舍得。我好清楚呢一招一定唔会失败，亦系好卑鄙嘅招数。我都唔知点解自己当时会咁嘅决定。我所知道嘅，我太爱呢个女人，我唔可以冇咗佢。以后会点？我唔知，至少呢一刻，我知道我系绝对真心。九八八制作，我的最爱。老公，嗯，过嚟啊！做咩啊？听日个女就翻啦，你话我哋系咪要珍惜二人世界？做咩无啦啦会咁谂嘅？你唔觉得我哋嘅生活一直系咁平平淡淡嘅咩？嗯 ，sorry 啊，老婆，咁多年都冇俾过啲乜嘢浪漫回忆你。我都冇怪你，就觉得。我哋系咪应该有一啲咁嘅回忆？嗯，咁你想点浪漫化咧？喂，我系你老婆，唔系咁都要我谂啊？等我一阵。老婆，入嚟啊！做咩无啦啦嚟酒店？眯埋眼先，咁老土。唔怕老土啊，重要嘅过程啊。嚟啊嚟啊，听话听话。OK， 唔准偷睇啊。OK， 到啦，可以开眼。中唔中意啊？件晚装好靓啊！快啲换咗去，然后咧我喺出边等你。使唔使啊？听话啊。我喺出边等你啊。你劲靓啊！夸张，你几时换咗套特色图噶？衬你啊嘛，嚟过嚟啊！想点啊？I love you。嗱，噔噔噔噔，烛光晚餐，你都好犀利喎 ！Surprise 咧，咁短时间可以准备咁多嘢，为老婆服务梗系要快而准。咁可以坐低未？你请坐。我叫酒店嘅主厨咧，特别安排嘅。你最中意嘅鹅肝同鱼子酱生熟蛋，你仲记得？你嘅嘢我全部记得。
呢支红酒同我哋嗰支一样嘅。我哋真系从来未咁浪漫过。我已经唔记得浪漫系咩感觉。多谢你，老公。傻婆，以后我哋可以多多浪漫。个女咁大咗，系时候享受二人世界。我哋错失太多啦，错失咗嘅可以再补翻，梗系可以咯。你睇我哋今日，咪证明可以咯。老公 ，I love you too。爱情没终点，共你看透世事变迁，真实没欺骗。谁知总会有一天，结果差错了一点，得我从无在意当中伏线。越自责越内疚，越害怕都不可改变结果，走放面前谈情无底线，才和你一声不响中搁浅。同行下去怎么走都不对，已极疲累，谁人留低捍卫过，谁人走出去，放低这段情埋没在禁区，无言共对，终不识争取，失去爱情回不去，爱过的就让我铭记于生命里。老婆，你头发好香啊。咁你就要记住呢个味道。唔使，你系我老婆，我几时要闻都得啦。唔同，呢个系值得回忆嘅味道。我应承你，以后都会有好多好多值得回忆嘅味道。你冇下巴轻轻，到时你做唔到，冇怪我。怪你？怪你咩？你会点啊？到时你咪知咯。喺度睇住落地玻璃嘅夜景，真系好靓。特别安排噶。无论个景有几靓，都会体验嘅一日。景可能会，睇你就一定唔会。如果有日你体验咗我想出去放肆嘅话，千祈要精啲，冇俾我知道。我怎会啊？还有，绝对不可以动真情。万一真的动了心，都不可以动身。老婆啊，你说话这么奇怪的。我警告你啊。哦，明白。我一定不会。是就最好了。咁靓嘅夜景，真系唔舍得瞓。唔好瞓，我哋倾天光。做咩唔俾我去载你哋咧？时间都唔啱，机场截车好方便嘅。Scott 有冇虾你？冇啊 ，Andy， 佢虾我就有。咩？真系真噶，阿雅咁恶，都轮唔到我虾佢啦。你讲咩啊？你想死啊？嗱 ，Andy， 你睇到噶啦。好心你就唔好咁恶对佢啦。咁佢顶我闹啊嘛，更何况啊，我肯闹佢，代表佢仲喺我心里边啊，明白冇？明白。嗯。爹哋呢？咪返啦。呢几日都迟返啦。有时啦。做咩？
冇，问下啫嘛。咁今日系我翻嚟嘅大日子啊嘛，佢唔系应该早啲翻嚟欢迎我嘅咩？你去旅行一个礼拜啫，使唔使啊？梗系使啦，我系佢嘅心肝宝贝。你大个女噶啦，仲咁细路女。咁人哋喺你哋嘅心目中啊，永远都长唔大噶啦，唔系咩？你又难啦 ，Scott。唔惊我 Andy。我咪同佢一起长唔大，睇到时边个激死边个先咯。哇！你敢喺我妈咪面前咁对我噶？我真啊嘛！真你个头啊！妈咪，你谂紧咩啊？冇，见你哋咁有啲感触啫。你同爹哋咪一样咁恩爱，我哋以后都要好似你哋咁噶。系啊，你哋系我哋嘅学习对象嚟噶。系咩？有时睇到嘅事实未必系事实。你做咩咁讲嘅？唔系有咩事啊嘛？冇啊，我同你爹哋好好啊。咁有时事实真系未必系事实。妈咪啊，其实咧 ，Andy 啊，其实咧，我哋仲买咗好多当地嘅零食翻嚟噶。系咯，你睇下有好多噶。988制作，我的最爱。头先好彩我 stop 得切你啊！我而家个心真系好唔舒服啊！我知啊。但系我哋冇确实嘅证据，冇胡言讲出嚟，等就搞出大头佛仲大剂啊！我觉得爹哋真系有小三，两次啦，唔会咁啱噶。如果真系有小三，你点算啊？我一定唔会原谅佢。你舍得咩？佢咁锡你，唔通你我当冇件事？咁你妈咪好唔公平噶。咁如果佢哋真系离婚，你会跟边个？吓？我讲如果啫，你唔好喊啦。我接受唔到、虽然可能唔系事实，但系我觉得我哋应该做好心理准备，万一真系发生咗，都个底嘛。B 啊，你会唔会都咁噶？梗系唔会啦，我咁爱你，爹哋都好爱妈咪，佢咪一样做出啲咁嘅事？唔系每个男人都会咁噶。我真的很希望件事是假的，我好害怕啊。不用怕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有我陪着你。你答应我一定要对我好好，我剩下你和妈咪了。傻妹，怎么说得好像真的那样？不会的，不会有事的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在你身边陪着你。对不起。啊，你个红酒。原来你屋企有落地玻璃望到嘅夜景系咁靓，上次你都冇发觉。现在就可以慢慢欣赏。有句说话说得很好，去哪不重要，重要是跟谁在一起。我信的。现在的感觉好不好？原本心情不太好，但是坐在这里又觉得很舒服。我刚不是今天回来吗？你应该很开心的。我心现在很乱很烦。烦到好似成身冇晒力，好攰。讲俾我听，咩事啊？头先我唔觉意听到个女同男朋友嘅对话。吓？佢哋好似知道我老公喺出边有外遇。点会咁噶？我唔知点解佢哋会知道。咁你打算点？虽然冇证据，但我相信我嘅直觉。加上阿雅的说话，
但我竟然一啲都冇嬲。因为我嘅脆弱。以前睇书睇电视都会讲，只要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死咗心，就系、是、死咗心。原来呢句说话系真嘅。Sorry 啊，我搞唔清楚究竟系佢有外遇令我死心，定系我心里边已经无畏畀佢。我有试过畀机会佢，畀机会自己，系咪仲可以令呢段婚姻有希望？答案呢？我都同佢喺一个咁嘅环境过咗一晚，我发觉我嘅心已经唔再属于佢。冇事啊，有我喺你身边。你知唔知？阿雅话如果佢爹哋真系有外遇，佢一定唔会原谅佢。我明白你而家嘅心情。佢话佢唔会原谅佢，即系佢唔会原谅我。冇事，我唔知道我自己可以点做，我翻唔到转头，我而家好惊，我惊俾人知道我自己有外遇，我接受唔到个女憎我、恨我、离开我。对唔住，系我自私。如果当时我冇追你，你就唔会好似而家咁。你知唔知我见到你咁，我个心好痛，我好痛，我真系好惊，我真系好惊。我爱你，我真系好爱你。比起我爱你，我更加唔想见到你为咗我咁辛苦。我想你做翻以前嗰个飞，开心、幸福嘅乐希同。我愿意放弃你。冇，冇放弃我。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。你，依花，你做上嚟做咩？对唔住啊，我好挂住你。曾经走近你身边。妄想爱情没终点，共你看透世事变迁，真实没欺骗。谁知总会有一天，结果差错了一点，得我从无在意当中伏线。越自责越内疚，越害怕都不可改变结果，走放面前谈情无底线，才和你一声不响中搁浅，同行下去怎么走都不对，已极疲累，谁人留低捍卫过，谁人走出去，放低这段情埋没在禁区，无言共对，终不惜争取，失去爱情回不去，爱过的就让我铭记于生命里。我的最爱第十集，导演廖日豪，配音曾心怡，陆文飞饰演乐希同，陈峰饰演汤豪，朱广威饰演 Elvin， 罗佩莱饰演汤舒雅，黄俊益饰演 Scott。 盖满各地角色，一路上的人盘载栽种过的心，秒针快慢已不分，当你曾留下太多的烙印，越在意越力挽，越害怕分开，不知道最终得到是谁，谁无情一句回头看，消失的不可再追，同行下去怎么走都不对，已极疲累，
谁人留低捍卫过，谁人走出去，放低这段情埋没在禁区，无言共对，总不惜争取，失去爱情回不去，爱过的就让我铭记于生命里，难以再爱你就当是缘吧，同建构了爱最后仍要倒下，分开适应吗，真的快乐吗，如何让现有创伤缝合并结疤，无力下去怎么走都不对，已极疲累，谁人留低捍卫过，谁人走出去，放低这段情埋没在禁区，无言共对，总不惜争取，失去爱情回不去，爱过的就让我铭记于生命里，我已经没办法再认住眼泪。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，只要 tune in 988，你就可以听到最新的988广播剧，988有声有色。